Over the last 15 years, we found that one-stop beauty is a preference of consumers. Senzo was established in year 2009. Nowadays, we are changing to digitalization of technology beauty culture. We provide customization, personalization services, and consultation for every client. We research and develop to create products for a universe which is the new form of luxuries. We do personalization through technology, providing never-ending opportunities for the industry to innovate. We believe that as we integrate into the team, we work smart to maximize personal value. We achieve our excellence through teamwork. Reverse your age look. Experience the difference with us.酷看网络电视盒，让看电视变得更简单。酷看 ，Get better。Get either.各位 Women TV 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今天呢，星期四晚间来到了 Live Show with Annie， 我们这一个直播间。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商业模式。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著名鼎鼎的这个全国商业模式策划设计创始人，就是十大杰出创新人物孙成明老师，在我们的现场。今天他将会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叫这个引爆客流裂变的商业模式。来，我们一起来，现场也有现场嘉宾，那我们一起来欢迎我们的孙成明老师。好，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这位就是孙成明老师，我们欢迎孙成明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现场。老师好。你好。老师今天是从中国来到马来西亚的第五天。那从来到马来西亚过后去了什么地方啊？这几天？怡保啊，包括槟城啊，吉隆坡待了两天，然后呢也去了这个沙巴，
哇哦！哦，OK。哇，来到马来西亚短短的五天，已经去了那么多的地方，累不累啊？还好啦，还好，喜欢。老师非常喜欢马来西亚，于是老师决定把在中国非常成功的这一些企业商业模式都带到马来西亚这边来给大家分享。所以呢，现在线上的观众朋友，Hello。如果你们现在看着这个节目，如果你们想要生意，你的生意或者是你的企业有不停的突破呢，不断的突破，你就要把这个链接马上分享出去，给更加多的朋友进来，过个大肥年就要转换一下这个商业模式，对吧？好，那老师现在在中国非常火的一个就是听到很多商业模式一直不停的在层出不穷的在改变，是在突破。那其实这个商业模式跟传统的经营方式有什么不一样？其实来说呢，我们的商业就是离不开商业模式了。我们有一句话说的叫没有模式不开公司，没有模式不开公司。不开公司，对。其实呢，你看我们在平时的我们在经营过程中，其实我们在打折促销，其实它也是一种模式。对对，这种只是我们叫传统模式而已。那其实呢，模式来说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说只要商业的各行各业都离不开。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商业的本质的话呢，就是满足我们的消费者一个需求。那模式呢，模式的本质呢，它是利他。什么叫利他呢？就是给我们的消费者提供更大的一种服务或更大的一种需求。让他们呢，从而能拿到好的产品，同时呢，也会提供更好的，我们的一个从服务，包括我们的个人的，就是一种我们叫欲望吧，我们的欲望的一种需求，这是这样的。那由此可见，以前过往的商业模式就是，这个赚差价的时代已经要过去了。是的，是的。因为呢，现在的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呢，会有一个很特殊的一种情况。现在呢，我们这个时代永远不缺好的产品。对，永远不缺好的产品。因为呢，今天的话呢，是最关键的是如何把产品呢卖掉。其实呢，这也是每一个中小微企业呢，包括我们的商业实体呢，其实都关心的问题。对，因为过去呢，赚差价的话呢，这是过去的一种生意模式，但现在的话呢，赚差价会不会继续实现呢？其实还是可以的，但是在差价背后的我们的盈利，其实现在对于我们的这个商家来说，其实更关键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现在有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比如说的话呢，我们买东西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啊？尤其我们的商家啊，商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的销售金额啊越来越低了？什么原因呢？越来越便宜。对，越来越便宜，越来越低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呢，市场透明化导致的。而且在导致了很多的这个商家这种竞争。比如说我们离得很近，比如说一个产品10元，那我可能8元，那你给7元，我可能6元喽。当然，我可能我的产品，比如说5元的成本，那我甚至我可以卖5元半，都有这种可能性。所以说现在在现在这个时代来讲的话呢，不是以产品为主体了，是以能给消费者创造更大的价值为主体了。所以说在消费模式上呢，我们呢有一句传统的话呢叫不赚明钱赚暗钱，当然在中国我们有一句话叫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那意思就是说的话呢，那在消费者能看到的看到的这个钱的时候，我们把这块利润我全部让给你，那我赚的是你消费者看不到的钱。那比如说呢，比如说今天我开一个奶茶店，对吗？那在奶茶店的过程中的话呢，那我可能有一款奶茶，奶茶的话呢，可能价格是比较低甚至别人旁边呢，可能他卖到15块，可能我可能卖到6块或7块7元。那这样的价格很低，那从而的话呢，会导致很多的消费者会愿意来买我这样的一个产品。当然了，买我这个产品的时候呢，是不是我可以说一句，我说，你好，这位先生，你好，这位女士，那你在喝奶茶的同时呢，我这边有个蛋糕，非常便宜，这个蛋糕呢，外边呢现在卖10块，今天我给您7块，要不要呢？那实际上这个蛋糕的话呢，里边利润呢，可能我有2元到3元左右。2元到3元左右，那是不是等于2元到3元的蛋糕，再加上我前面的奶茶的低利润加一起的总和，是不是也等于我们的奶茶的最终的一个利润了呢？
那这个等不等于一个，是不是等于一个捆绑式销售的模式？其实的话，我们也可以这么理解，嗯，因为今天这个时代呢，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单一化的产品已经很难做了。对，对，因为昨天呢，我们在怡宝的时候，我有一个学员，他在问我这样一个问题，说，老师，我是做轮胎生意的，老师，那你看看我的下一步要怎么发展？哎，我就问他，我说你今天只是做轮胎吗？他说老师是的。那我问你，我说在马来西亚的轮胎生意好不好做？他说老师非常难做。我说为什么难做？他说市场太透明了。嗯，啊，那我说的话呢，那你想不想赚更多的钱？他说老师，我当然想了。嗯，我说如果你想赚更多的钱，你就要升级你的产品的结构。嗯，啊，他问我老师怎么升？什么叫升级产品结构呢？那我问你呢，啊，如果今天的话呢，你的消费者到你这里来换轮胎，那你可不可以给你的消费者办一个比如说会员卡啊，你呢只要在我换这一次，在我这里换一次轮胎呢，你可以拿到一个消费卡。那这个卡是干嘛的呢？当然这个卡的话它有一个权益，什么权益呢？以后呢在我这换轮胎的这个价格我可以给你打的很低的折扣。另外的话呢，你可以拿这个卡去我旁边的有一个叫车辆保养或者车辆洗车等等的，都可以享受很大的一个折扣。对，那当然了，那从我的角度上讲，我是不是可以给车辆去保养，或者我洗车的洗车店，我也可以跟他谈呢？比如说我有1000台车，您要不要呢？要不要我的客户资源呢？想不想把我这个客户呢转为你的客户？要不要？我相信的话呢，很多的商家是无法拒绝的，对吗？OK， 那我跟你谈了。那如果你无法拒绝 ，OK， 那能可不可以这样的？那因为我要把我的客户导到你那边去，那你一定要给我一个好处，而这个好处不管是给我的，你还要给我谁？给我的这个一个消费者的。那比如说今天他说了 ，OK， 那我们给你打8折了。OK， 那我是不是这个时候我可以告诉消费者说，你拿我这张卡呢，你可以到我隔壁的去洗车店去打9折呢？对吗？那他本身自己去的时候其实是不打折扣的，但是你拿我这个卡可以达到9折，是不是中间我可以也赚到1层呢？那是不是像我们的产品多元化的发展？对对，那这样就做到不赚明钱，赚暗钱。是的，利他的好处。对，利他的好处其实就是给我们的消费者带来更多的这个更多的帮助，或让将我们消费者占便宜，这是商业模式的核心。任何一种商业模式都是就是让消费者占便宜。对，而且让消费者占的便宜呢，占的什么？我认为这个便宜是便宜，而不会让消费者认为说你占我的便宜是假的。对，是 OK。那各位观众朋友，如果你们有什么关于商业的问题想问呢，你们也可以在这个直播视频下面打一个问号，或者是把你们的问题写下来。那如果你们觉得老师的分享对你的生意有帮助的话呢，你就 tag 你几个朋友，让他们也一起进来哦。然后另外如果你觉得老师的分享有启发到你的话，你可以给我们一些鼓励的表情。你可以送花啊，谢谢。OK，Hello Chloe， 国明 ，OK， 好。接下来我们要聊的问题可能对你们的生意非常有帮助，因为我们想要透过老师今天在现场，我们就要问他多一点关于有什么全新的概念的商业模式等等，和老师什么时候会开课在吉隆坡等等。可以马上分享出去。好 ，OK。其实呢，因为在马来西亚的话呢，因为有这个荣幸金鼎商学院的话呢，把我请到了马来西亚，来的话呢，那来分享我们的这个盈利模式、商业模式大系统。当然了，在到马来西亚呢，我的一共开课也开了501场了，已经。501场。是的，大大小小的501场。全世界。对。那在马来西亚呢，听过孙老师课程的我们呢初步统计有13000多人了。对，当然了，在马来西亚呢，在这几年中的话呢，我发现在马来西亚的这个企业中有些问题。当然了，我也想通过我们的这个我们的镜头来和我们的这个网友也做一些交流。比如说的话呢，我经常会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在我们经营中的话呢，在我们马来西亚呢，很多的这个企业，嗯，啊，它是比较关注是卖产品，而不是赚钱。嗯，哎 ，OK， 这个是我在我们的学员中的话呢，经常有交流互动的时候，我感觉的这点的是大家的在思维频率，哎，基本都是这样子。当然呢，有人说了，那老师，那我把产品卖掉，难道就不是赚钱吗？OK， 那我问大家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如果今天卖产品的，我今天如果把自己的精力放在卖产品上，比如说今天我会卖这个杯，对不对？那这个杯的话呢，是不是我每一天我要想着如何把这个杯卖掉？对，对不对？这是不是我们传统的啊，大部分的我们企业都想这个问题，如何把杯卖掉？嗯，对吗？那我这个主体呢，是一定是这个杯，嗯，对不对？那什么叫赚钱呢？那老师，那你说，那我赚钱是为什么说？那我卖杯也赚钱啊？那我问大家这样的一个问题：谁给你钱？啊，你这个你要想到的问题，是不是我今天我们消费者要给你钱呢？嗯，对不对？那消费者给你钱的话呢，是不是我们要迎合消费者的需求来做呢？比如说今天呢，我发现一个消费者，哎，他喜欢这个杯，他不喜欢白色的，但是这个消费者的杯呢，他喜欢红色的杯，嗯，啊，他消费者喜欢红色的杯，是不是这个时候我要想到，哎，如何把我这个杯呢变成红色，或者他喜欢的颜色，我来卖给他呢？嗯，对，是不是这样的？但是今天呢，我们马来西亚大部分企业家是这样的，我认为这个杯黄色的好看，嗯，啊，我这个杯，哎，我认为黄色的太漂亮了，我要把这个杯卖给你。啊，我是强硬上卖给你，结果在消费者选择的时候，他并不是他想要的，他没得选择，因为这个是强制性销售。是的，是的。所以大部分呢，这个我们的马来西亚的企业主的话呢，他的焦点是放在产品上的。嗯，其实大家真正的其实焦点呢，你应该放在消费者身上的。嗯，你要研究你的消费者，你的客户他喜欢什么，他的消费习惯，他的行为模式，甚至来说的话呢，那他对你的产品的一些事物的一些看法，嗯，啊，包括他买完你的产品之后呢，他的一些感受，一些感想。当你把这些问题的话呢，如果啊你收集到了，你的产品啊，是不是更符合于啊我们的消费者的需求了呢？那一个问题来了，那假设每一个客户都有他自己喜欢的颜色，那么那个产品不就是要有很多种颜色吗 ？OK， 这个主持人问这个问题太棒了。那这个呢，就是源于我们的产品最原始的叫定位了，啊，定位。什么叫定位呢？我的客户是谁？嗯，我的客户是男人、女人。我的客户的年龄在哪里？他们的职业是什么 ？OK， 比如说今天我卖这个杯，对吗？还会拿杯举例啊。比如说今天我这个杯呢，我们针对的是90后，嗯，可以吗？啊，90后。那针对90后的一个群体的话呢，那首先来说，那我就知道了。OK， 这个杯首先它的个性化、时尚化一定要哎，一定要非常啊，十足，对不对？那这个基础上的话呢，那我会研究90后他所喜好的颜色、色调、行为习惯，对不对？当然，我们不可能让所有的消费者全部满意。但是的话呢，是不是我可以让啊更多的消费者，比如说68000、78000呢？那这样的消费者来喜欢我们这个产品呢？嗯，对不对？因为我们做生意做的永远是大数法则，为什么？只不可能让满足于每一个消费者。嗯，啊，所以说，那我们回归到更本质呢，就是说你的客户是谁，要有一个清晰的什么定位。嗯。不止企业要有定位，而且对这个精准客户的导向也要有一个一定的定位。是的，是的，嗯，就这样子。嗯嗯，这是我们呢啊，第一个的话呢，是在这几年中呢，我发现我们的企业主呢所产生的问题。那第二的话呢也是给我们的马来西亚的一个企业主的话呢这样的一个思维。嗯，什么思维呢？就是说，在我们平时啊我们的在经营和管理的时候，嗯，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在马来西亚的话呢，其实企业主其实很辛苦的。我教呢，我经常我说，我在上课过程中我说，来在场的我们各位朋友们，有没有发现你们有个第二职业？他们都不知道。他说，老师，我们是老板，我们还有第二职业吗？对，我说你们第二职业是谁呢？你们第二职业叫消防员。啊，消防员，很多的我们的伙伴就会说了，老师，我没有做过消防员啊。我说为什么叫消防员呢？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在经营过程中啊，今天的老板的话呢是你是又要负责产品，又要负责管理，又要负责营销呀，当然又要负责经营，
那当你的有事情的时候呢，你的员工给你打个电话，你会不会哪怕你今天没在吉隆坡，哪怕说今天你在新山，你会不会很着急的驾个车要回去需要解决问题呢？会，对不对？会。所以今天的很多在马来西亚企业主是为什么做得很辛苦，他们做得很辛苦，做得很难，甚至来说他那种感觉我进入到一个瓶颈啊，我很努力很努力很努力，我也突破不了这个瓶颈。其实就源于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你是一个全能啊，我们叫全能，你是一个保姆，全能的老板，全能的老板。其实全能的老板啊，我们呢在我们的营销里边的话呢就有一个这样吧，我记得在马云呢他在分享中他曾经这样分享过一次，他说今天如果是一个全能的老板，可能你就是个无能的老板。全能老板跟无能又形成了一个对比，一个反差的对比。为什么呢？其实老板是干嘛的？其实老板他也是一个职业。老板是个职业的，你不要认为说老板的话呢是管人的，不是的。老板那个职业呢，要想着每一天你的企业包括你的店怎么能有更好的发展，每一天要接触各种人群，包括对接各种资源，这是今天老板所做的事情，对吗？这是老板的所做的事情。但是今天的老板呢，每一天都在我们的公司，要在我们的店铺，要管理不同大小的事情。甚至来说的话呢，可能你停电了，老板都会去哎，看看哪里停电了，我要把电给推上去。您大家想一想，如果今天你老板，你作为老板来说，是不是你没有做老板的事情，你做了反而是做了一个员工所做的事情呢？对。那员工干嘛呢？老板今天这个问题，老板这个出问题了，老板那个出问题了，你没有发现吗？今天你是老板，但是你在给员工在怎么解决问题、哎、也叫解决问题，叫打工啊。对不对？很像啊，这就是打工啊。对不对？你看他有事了就找老板嘛。对不对？有事老板，你看这个事情怎么着，老板那个事情怎么做，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马来西亚大部分企业所出现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的话，我们要不要解决呢？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解决，你的企业很难发展壮大。我们怎么解决呢？今天的商业环境不再过去了啊，过去的商业环境一个人我可以做所有的事情，但今天的话呢，一定要学会用合伙人制来做事情。合伙人制、什么是合伙人呢？合伙人就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啊，这叫合伙人制啊。那大家想一想，想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在一个企业里有三大系统，一个是产品系统，一个是营销系统，一个是管理系统，对吗？因为你有产品，你要想着把你的产品卖掉。对，卖掉过程中的话呢，你要有员工的参与到管理上，对不对？我相信在马来西亚，不管你做任何的一个行业，这三个系统是不会发生变化的。但是各位问一下我们的这个镜头前的我们的老板，你在产品上你是很有优势，还是你在管理上很有优势，还是你在销售上很有优势呢？那人家说了，那这三个其实我都懂一点。但是都懂一点的话，等于你呢很多东西等于说不是都懂的，对不对？因为做企业我们要做到极致，比如说我管理我要管理到极致，我的营销我营销到极致，我的产品要做到极致。虽然说你的老板很难干，但是你不可能把三个系统全部做成全能型的，把它都做到极致，因为今天老板你没那个时间，没那个精力。对，这个时候你就要怎么办呢？你就要有一句话说，我们要需要借力啊，我们要需要呢就是我哪缺就补哪里。比如说今天你是老板，对不对？如果今天老板，你能不能找到一个最在产品研发上 number one 的这样一个人呢？对不对？那你能不能找到一个在管理上的一个 number one 呢？那你能不能再找到在营销和销售上 number one 呢？其实我们很多网友会说了，老师你讲的很简单，关键我去哪里找啊？对，是不是这样子？去哪里找啊？但是我再告诉大家这样的一个事情，当你懂得舍得分钱的时候，你就可以找到人了，对吗？因为很多人的时候呢，因为我们马来西亚很多老板的话呢，有一点就是说他认为自己的话呢全能型的，所以说担心我招待的人呢，比如说我跟他合伙合作会不会导致比如说以后产生很多分歧啊，比如说怕很麻烦，比如说我说东他能不能做西啊，我说北他能不能做南呢、啊、对不对？我相信大部分的人不想做合伙人或者不敢做合伙人的原因是我无法控制我们合伙人未来的产生的矛盾起异心。对了，大部分因为我们的学员我在跟他交流的时候他经常跟我分享，我说老师啊你知道吗，我不是不想去找合伙人，是我不敢找合伙人。我说为什么不敢？他用的是不敢的两个字。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很怕麻烦。怕麻烦。怕麻烦。
啊，怕麻烦。其实呢，当他跟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去回答他这样的话，我说今天不是你不敢找合伙人，是你今天你不懂得如何把合伙人找到之后，如何通过我们的合协议啊，如何通过我们的架构，如何通过我们的模式啊，那把合伙人的话呢，哎，把它进行分类，是业务型合伙人，还是属于管理型合伙人，还是什么合伙人？通过我们合同上的制约，通过我们未来在发展上的一种制约，哎，你这样的做的话呢，你是不是就有很好的区分了呢？对不对？所以说，大部分以前做合伙人的，产生失败的原因是你没有给合伙人做一个清晰的定位。对，所以的话呢，在经营过程中，合伙人认为说，我今天我来这个公司来了，我就应该说得算。是因为你没有告诉他你应该做什么，啊，当然了，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呢参加孙老师的这个落地课程。对，落地课程过程中呢，我也会给大家一些非常棒的一些协议啊，比如说老师，那我找合伙人，我有没有协议啊？我没有合同呢？怎么写那个协议书啊？对呀，等等，哎，对，协议书。但是呢，我可以告诉大家，孙老师已经全部给大家准备好了，可以吗？英文版吗？有中文和英文的，哇哦，可以吗？连英文版都好了啊，可以吗？OK， 那这个基础上呢，只需要你把你的一个实际情况啊填在里边，你就会变成你的协议了。非常好。其实马来西亚的企业家除了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合伙人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蛮让他们蛮难受的，就是培训完了一个员工，那个员工变成竞争对手。OK。好了，主持人谈这个问题谈得非常棒啊，我相信的话呢，竞争对手还好了，甚至我相信像你会员工他离开之后呢，他会很多方法去说你的不好，甚至来说的话呢，把你的客户可能给抢跑了，他开另一家，只开在隔壁啊，这种情况很有了。其实呢，这种问题我相信在经营过程中的话呢，其实很多的老板啊，他会都经历过的。但是呢，我们的原因是在哪里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其实就是说，我们从一个员工从你的企业离开的过程中，你要知道他为什么要离开，对吗？他为什么离开？其实更多的我们的马来西亚的我们的老板呢，是因为你没有给你的员工更多的他想要的东西。比如说我曾经在马来西亚在吉隆坡接触过这样的一个学员，他告诉我说，老师你知道吗，我最近有个员工要流失了。我说你为什么流失，能不能给我讲一下呢？他说，老师，这个员工在我这做了一共做了4年时间了。我说 OK 啊，非常好啊，那他是刚开始来是什么样子呢？他说，老师，他刚开始来是什么呢吗？其实他什么都不会啊，我感觉他这个人不错，所以我在教他，在这里待了4年时间。OK， 那我问他，我现在怎么样呢？他说现在的话呢，是我的叫左膀右臂啊，等于说他是我们的一个部门的一个负责人了。哎，小伙子很聪明，也很勤快。那我说他为什么要走啊？他说的话呢，他感觉他应该这个多出去看一看，多出去走一走。他想的话呢，有自己更好的发展啊，所以说他想离开公司。OK， 我告诉你，我问他，我说你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吗？他说，老师，我真的不知道。他说，老师你知道吗，曾经我跟他聊过，他说你不要走了，我给你加工资好不好。他跟我说，他说加工资我都不要带，我不带了，都不是工资的问题。那我说呢，那你有没有再跟他聊一聊呢？他说他就不理我了。他说我很想不通啊，他说为什么我给他加工资他也不在这里呢？那我就问他了一个具体的一个实际情况，其实最终我才知道什么样的问题。其实呢，大家在用人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知，其实我们今天的员工，他在你一个企业里的，在一个企业里工作，他是不是一定是为了钱呢？哎，这个事情的话，大家要思考一下。一开始是为了钱，但有了钱过后，他想要有自己的，自己想要的生活，自己要的梦想。对了，太棒了，主持人，你回答得很对。其实他更想要的叫存在感。什么叫存在感呢？就是有些人呢，在他赚钱的过程中是一方面，但是让他感觉到在公司呢，我就有存在感，你比较注重我，或者的话呢，你在给我的一些指令或可以下达任务时候，是不是我可以来说得算，我可以来做主，或者的话呢，或者你在不同的时候呢，你有没有用情感来触碰到我，对不对？什么叫情感呢？比如说今天我们的老板出去泰国旅游了，你是不是真的你买一些小礼物回来你去给他呢？有时间的话呢，会不会跟他在一起一起吃吃饭聊聊心里话呢？有没有这么做到呢？
但是当员工太多的时候就没办法做到了。对，所以说的话呢，我们不可能对所有的员工都这样，嗯，但是我们一定要对我们的核心员工要这样，干部。对了，嗯，因为情感是非常好锁定一个员工能在我的企业里啊长久待着的非常好的一个武器，嗯，啊，我们也叫一个办法吧。这第一个情感，第二个就叫激励机制，嗯，啊，激励机制，什么叫激励机制？各位，我相信大家的话呢，平时都会玩游戏，对吗？嗯，啊，玩手游，大家想想玩游戏过程中，你会感觉到你为什么很喜欢玩游戏呢？啊呀，你那么小小的屏幕，你每天看着手机玩，为什么呢？是你有感觉到每过一关的时候，你感觉很有成就感的，嗯，比如说今天这一关了，过完之后了，我拿到一个屠龙宝剑。下一关过了之后呢，我可以我又拿了一个尚方宝剑，是不是？嗯，第三关我又拿了一个什么宝剑，是不？你会发现在每一关它都有一种成就感，嗯，对吧？甚至有人说了，哎呦，我打到第八关的时候，哇，第八关我可以又获得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超级无敌的什么什么武器，对吧？他就很努力的去打关。其实呢，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一个游戏过程呢，就是跟员工的激励其实息息相关的。大家想想。嗯，今天的员工，你在做员工激励的时候，传统做激励模式是不是都是说，哎，你做好了，我给你多点提成，啊，我不知道大家的话呢，各位网友有没有这种感受啊？比如给员工说了好，给你提成，嗯，刚给的提成的时候他很开心，哇，给老板给我很多钱，但是在做两到三个月的时候，他会很疲惫了，他很疲惫了，他感觉这个时候你告诉我再给你多点钱。他可能的话呢，也不一定能打起这种感受了，没有感觉，没有感觉了。嗯，啊，我相信我们的网友很多的话呢，在经营过程中一定会经常会碰到这种问题的，对不对？嗯 ？OK， 那这样的话问题呢，就叫激励失败。嗯，啊，因为今天你老板的激励对象你放在钱上，但是呢，我问大家这样的一个问题：人有人的欲望啊，有终止吗？不会的，对不对？你跟他用钱激励他，越激励他。时间越长的时候的话，他越想管理用更多更多更多，最后让你要到你无法喘气的时候，嗯，这个时候他就要离开了。嗯，其实很多企业在经营员工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走的时候他说了，我跟我的员工很多钱了，他为什么要走啊？嗯，他也很迷茫的，事实上来说，但是我告诉他，就是因为当时你激励的方法的时候你错了，因为你用钱来激励他，当然钱是激励非常好的一个事情，但是呢一定要有一个度啊，比如说今天我给大家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我今天呢我给你啊激励的过程中，我今天这样的激励好不好？比如说今天的我们的小明啊，嗯，小明这样的，这个月呢你完成一个业绩目标好不好？啊，那从下个月开始呢，你把你妈妈或把你父亲的哎银行卡号给我，我们的话呢，等你做到目标的时候呢，每一个月我公司可以给你妈妈打1000块钱的这个我们叫感恩金啊，或者叫孝顺金，可以吗？啊，这个模式还很棒。对，我给你妈妈打钱，嗯，啊 ，OK， 我相信哇，这样的啊，这样的一个方式，我相信很多人会动心的，对不对？嗯，但是小明这样的，我们有一个约定，你出500，我出500，听懂了吗？就是说你要出500块钱，我才能出500块钱哦，每个月。为什么？因为孝顺金，不管是你自己，你也要提起这个孝顺的这样的一个什么啊，嗯，孝顺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对不对？嗯，啊，你要有这种感受的。所以说好，你出500，我出500。那如果的话呢，你业绩做好了，你出1000，我就出1000，可以吗？但是封顶我们就1000了。嗯，完把这个钱呢打到他妈妈的啊账户里，然后会给妈妈打个电话，哎，你好，阿姨，我是某某公司的，哎，你家的小明在我这里表现得非常棒啊，这个月的我们也非常棒，为了给我们的这个小明一个鼓励，因为他也经常讲他很关心您，所以我们公司呢也给出这个钱给您，平时呢多买一点小吃的啊，多买点衣服啊，多让自己的话呢哎更快的一些。那你想一想，他回到家的时候，他的父母会不会感觉到我的孩子真棒，对不对？你看大家想一想，这是不是其中也是一个激励模式啊，嗯，对吗？嗯，好 ，OK， 那还有什么激励模式？那有更好的激励模式。小明，今天的话呢，你有没有你最近想完成的就是说想买的一些东西，有没有？小明说了，哎呦，我老板，我今天呢我华为 P30 出来了，我很想买，啊，我很想买。那老板，那这个呢就是我的一个需求。那老板会说了 ，OK， 那你很想买的同时的话呢，也没问题的，对不对？怎么办呢 ？OK， 我给你业绩，看好了吗？连续3个月，你帮我做到这种程度，你的佣金照给除外之后，我还会送你一个 P30。嗯，我们在整个在我们激励模式中，就叫梦想激励。梦想激励。嗯，那还有人说了，老板，
我想呢休五天假啊 ，OK， 这也是一种梦想嘛，对不对？休五天假的梦想，那你是不是在整个在激励过程中休了？哎，小明，你做到什么程度？五天假给你。哎，大家想一想，这样的一个激励模式，是不是可以增加员工对你的对你的企业来说呢那种依赖感的呢？对吗？所以说，金钱激励啊，金钱激励的话呢，我们来说的话也是非常好的办法，但是它有一个度。这个度一旦超越了，它不是一个好的方法的同时，会伤害到你的企业的，不能常用。对，不能常用，因为激励模式一定要变换着用。因为在激励过程中，我们曾经在企业调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员工有一个叫激励疲惫期。什么叫疲惫啊？你对他经常的激励头变成一种疲惫了。对啊，就感觉没有感觉，你怎么说我也没有感觉了。你骂我也好，骂我也好，说我也好，或者表扬我也好，我什么都感觉没有了。对对，给钱也没有感觉啊，也没有感觉了啊，没有感觉的啊。那经常的话，我相信我们的网友呢网友企业家，我相信经常会遇到这种问题。没关系，碰到这种问题的话呢，我也欢迎你到我们的线下课程现场，孙老师来帮你解决，可以吗 ？OK。对，就是孙老师在12月12号在这个 Federal Hotel Bukit Bintang 7:30将会有一场说明会。是的，我们在11月、我们12月2号和11月3号都有。11月2号呢，我们会在吉隆坡。12月2号我们会在吉隆坡，12月3号我们会在槟城。对，当然，孙老师每个月都会有三分之一的时间，甚至二分之一时间，我都在马来西亚。你们多留意一下我们的这个 Facebook 里边的面子书或者打上孙成明三个字，都可以收到我每个月在马来西亚的行程。对那如果要了解更加多关于孙老师的资料，你除了可以打孙老师的名字以外呢，你还可以去点赞这个精进商学院的面子书专业。是的，那你可以在那个连接那边报名，或者是在我们今天你刚才看到我们的直播这里有一个 comment pin 了的，给这个这个手机号码是0182714768。你可以联系 Miss Kairi， 他就会给你安排这个上课的时间。是的，因为呢，我们呢，我们的盈利模式大系统呢，是帮我们的企业会解决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在企业发展过程中，首先来说，比如说第一个阶段，我们要解决销量的问题，对不对？因为再好的企业，如果你企业不盈利，如果你今天连房租都交不起了，我相信的话呢，你企业连生存都是问题的，不要谈更多的发展。所以说呢，那我们的话呢，那孙老师会帮你解决第一个叫盈利模式。那什么是盈利模式啊？盈利模式就是说，你企业第一个今天会出现比如说你现在目前的企业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比如第一个状况呢，在经营过程中你的利润很低，甚至来说忙碌了一个月的时候的话呢，你会发现自己的所剩的很少，而且的话呢做得很辛苦。孙老师，这个第一个问题可以解决，帮你解决。第二个问题呢，你的客流量很少，你会发现我把价格做得很低了，依然没有客流量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的话呢，你的价格怎么样做利润都很低利润都很低。那第四个问题的话呢，在你经营的过程中的话呢，客户的粘度很弱。什么粘度啊？来了一次他下次不来了。只做一次生意。只做一次生意的。那还有再一个问题呢，就是说的话呢，你的这个客流量刚才我也讲到了当然这个量呢，我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客户呢每一天的这个基数量。比如说我一天200人、300人、400人，比如说一天我计划有300人，但是他来了只有100人的时候，或者数据不稳定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话呢，孙老师的盈利模式就可以帮到你。对，就等于说，在你今天的简单理解，在你今天的盈利或者你感觉自己赚的不够多的时候，孙老师针对这些问题都可以帮你一一来解决。解决为他制定一套新的盈利模式系统嘛？对，根据你的一个实际情况，孙老师会帮助到你解决你的情况。这是第一个，孙老师会帮你解决的，我们叫盈利模式。OK。
第二个的话呢，孙老师会帮你解决第二个叫商业模式。商业模式、哎、商业模式、嗯、什么是商业模式呢？因为在你的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啊，比如说我今天我的钱赚得 OK 了，我感觉一个、嗯、一家公司或一家店，我感觉我已经啊、盈利已经 OK 了、嗯、那这个时候我想做大，嗯啊，我想做大的时候，我想开分行，嗯，我想再把我的产品呢卖到整个大马，啊，对吗？甚至还有人的话呢，比如说在经营过程中的话呢，一做得越大，比如他刚开始的时候一家感觉很轻松，但是他当他做到两家、三家、五家的时候，他越做大越辛苦，嗯啊，那这个时候呢，一般的情况下就是盈利模啊、商业模式出了问题了。商业模式，对、嗯，因为商业模式解决的是你做大的问题的，嗯。比如说如何通过一家店裂变到十家、二十家甚至更多家啊，这是第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你做的越多越辛苦，越做的越多越累，那这就说明你的商业模式出了问题了。嗯，对。甚至的话呢，我有一个学员，他是在销售一个产品，他做了31年了啊，31年了、嗯、啊。那有一次的话呢，他在吉隆坡上了孙老师的课啊，他就问孙老师，老师啊，他说你想我做了31年的时间了，但是呢你说我赚钱有没有赚到呢？其实我赚到钱了，但是呢我真的不懂得如何去做大。嗯，曾经的话呢我开了两家分行，但结果的话呢我把我的10年赚的钱投进去了啊，10年的盈利的钱全部投进去了，最后干了2年时间，两家分行全部亏损了，最后等于我10年的利润可能就白做了。所以现在老师我不敢再开任何分行了，我害怕啊。我相信我们的很多网友企业家们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嗯、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只能说你没有把你的商业模式做好。对，这样的情况就是多数的原因都是商业模式出了问题。对，商业模式出了问题、嗯、因为商业模式里边包含了10个模式，包括其中有一个叫连锁模式。嗯啊，连锁其实它也是个模式啊。对，对不对？因为今天你一家店赚钱了，你不代表能做两家店赚钱。嗯，对吗？就是说连锁模式和单店模式完全就是两回事，它不是一回事的。嗯啊，对对，这是第二个问题。当你的企业现在目前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了，哎，来找孙老师，孙老师会帮助到您的。是，好了，嗯，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呢，孙老师会帮你解决叫金融模式。金融模式，对，金融模式、嗯、那什么是金融模式呢？当你现在呢，比如说第一，当你在投资一个店也好，投资一个企业也好，用了比如说用了花了6个月甚至1年的时间，我还没有把本金啊，就是投入的本金收回来的时候、嗯、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的话呢，比如说今天我的企业很需要用钱，比如我需要200万、300万、400万、500万甚至要更多，嗯，那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我有一个好项目了，今天呢我想需要用钱来把这个项目的话呢哎，给让它有更好的发展，嗯，啊，包括这个包括说我们的现金流啊，这个不是很充足了。那凡是出现这样的问题呢，你都是在金融模式出了问题了，嗯，对，金融模式出了问题了。尤其在我们在整个投资过程中呢，很多人的话呢，都喜欢投资一个习惯，什么习惯呢？用自己的钱来投资，对吗？这是我感觉在马来西亚呢，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做。对吧？我有100万，我绝对干100万的事；我有100万，我绝对不会干200万的事。嗯，对不对？其实呢，如果今天你还在这样做事情的话，我恭喜你，恭喜你，钱投出去了，你未必能收得回来。所以说，在金融模式里有这样的一句话，当然我们的网友呢，孙老师给大家一个忠告啊，什么忠告呢？当你想投资一个项目的时候，你要思考有钱当没钱，啊，没钱当有钱。有钱当没钱，对，没钱当有 钱，对，很深奥。嗯 ，OK， 给大家解释一下，老师可以白话一下。好了，什么意思呢？你看啊，当你的做一个生意的时候，如果今天需要投100万，对不对？嗯、如果你现在拿自己的100万投进去的话呢，我相信100万投进去的过程中，投很容易，但是它收回来是很难的，对不对？因为今天这个时代不适合于自己单打独斗了，嗯，对不对？啊，那当你呢有100万的时候啊，不是这个项目是100万呢，我反而建议你可以拿出10万元，嗯，甚至拿出来20万，哎，甚至拿出来最多不超过30%，啊，那你把这个钱拿出来呢来做这个生意，剩下的钱怎么办呢？当然啊，你参加孙老师的课程你就会学到了，我们有合伙人模式啊、嗯，我们有众筹模式，我们有联营模式，那、啊、我们有
等等的，有很多模式都可以帮你解决后面钱的问题的。嗯，啊，不管是解决你钱的问题，而且会让更多人帮你来一起把你的事业做得更大，对吗？这叫什么？有钱当没钱。对，如果今天你一个人把100万全投进去了，那当然你收到的话呢，那你还是一个人单打独斗，最后其实你做到做来做去，你还是把自己做得很辛苦，最后可能最后你的生意会做到失败。那这是叫有钱呢当没钱。什么叫没钱当有钱呢？啊，这句话很重要啊。我相信当你和孙老师学完了我们的金融模式之后，你会发现今天这个时代再也不是你有钱就能做事了，没钱不能做事的时代了。啊，今天如果你懂得了一个金融模式了，哪怕今天你没有钱啊，你可以通过金融模式你也可以把一个事业做起来。因为今天这个社会的话呢，缺的是什么？缺的是卖产品的人，不是造产品的人。嗯，认同。认同吗？嗯，认同。是不是这个意思？有钱出产品的人太多了。对的。但是卖产品的人没有。没有了。嗯，对，没有了。所以说今天很缺的这种人才。当然了，当你懂得我们的金融模式的时候的话呢，即使你现在手里是没有钱的，孙老师也会有用10个模式教你，用不花一分钱，你的事业照样可以做出来。所以这3个问题呢，就是不管啊，从盈利模式到商业模式到金融模式，我相信不管你做任何一个企业，包括我们了解的阿里巴巴、腾讯、Facebook， 包括我们的谷歌也好，其实他们做大做强，也是遵循于这3个模式做起来的，对吗？你看，商业盈利模式解决的是你生存的问题，商业模式解决你做大的问题。金融模式呢，解决的是你未来的资本，包括上市，这些我们通称为都叫金融。那你想一想，我们的身边的所有了解的一个大企业，其实它也是通过这3个流程，你它企业才做起来的。所以我们这总结为叫盈利模式大系统，啊，因为孙老师教你呢不是一个模式，孙老师是教你如何从0到100的过程，你的企业一个整个一个系统。从最原始的到未来可能在打造我们的上市，甚至在马来西亚让你开更多的分行甚至分公司，孙老师是教你这样的一个系统的，啊，所以说我们叫大系统。因为任何一个模式不足以让你企业能发展壮大，但是不可以的，啊，所以说一定要综合起来，这个综合起来，盈利模式包括我们的商业模式叫金融模式，这3个模式综合起来，你的企业才可以做大做强。非常棒。那老师，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个观众朋友们给我们的留言，好的一些问题。好，那老师请。好，谢谢。那现在看到有一位观众，他的问题是：准时重不重要呢？我的朋友非常不准时，还常说自己是未来马云，怎么帮他？OK， 哇，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准时重不重要呢？其实呢，这个问题呢，我们要分为2个角度来看。那当然了，在我们的思维的常规的思维人群中呢，当然准时是一定的，因为准时代表的是一个人的信用，对不对？这是的。当然一个事情的话呢，我们要分成两个方面看。那他的不准时是不是因为他在来的过程中呢，会出现了一些状况，对吗？会出现那些状况，或者的话在来的过程中的话呢，会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导致了准时啊，这个没有准时到达这个地点，对啊，那这个也是我们所存在的。对，当然了，其实这位我们的网友呢，其实孙老师呢告诉你忠告，就我们讲什么忠告啊，也好，我们的一个心态也好，其实包容我感觉能解决一切的问题。包容，对，包容能解决一些的问题，对吧？其实也可能他的时间观念可能没有那么强，但是你想改变他是很难的。你当你改变不了他的时候，请你可以尝试一下改变自己，对吗？肯定我包容一下。跟他一样迟到啊？不是的，你迟到的时候没关系了，我告诉你，我这次 OK， 我告诉你的话呢，这个没关系啊。那你这可能来的时候是不是因为某些事情给耽误了？OK， 但是当然呢，你需不需要我帮助到你什么？其实的话呢，当你用一些很好的一种心态去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对方也会感觉很不好意思的，对不对？对吗？对，他会感觉也不好意思的，所以这也是一个这也是一个心态的一个问题。当然了，
你也告诉，如果他是你很好的朋友，你又要告诉他一点啊，下回不要迟到，跟我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今天有一个1000万的单要给你签的时候，如果你真的迟到了，如果对方不给你签了，你还会不会迟到呢？哎，也可以这样的去告诉他。嗯嗯，是，希望老师有回答到你的问题，杰森。嗯，谢谢你们的问题。那还有一个就是，赚钱模式有哪些？就刚刚老师已经分享了几种这些赚钱的模式。嗯，赚钱模式呢，我们成瘾模式，这个整个系统里面我们有36个赚钱模式。嗯，36个。对，36个赚钱模式。随便哪一把刀都可以用，因为老师有很多把刀。对，我们有武士刀，我们有尚方宝剑。哇哦。OK， 我们有36个盈利模式。嗯，那这36个盈利模式呢，其实对应的是你在企业经营的不同的时段而运用的。嗯。啊，因为在企业经营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学会打组合拳。啊，就是说你看我们在打拳的时候，我们用直拳、勾拳，是不是我们要有几个这样的一个动作，对不对？但是是在企业里边呢，我们用盈利模式的时候呢，也不可能只用一个模式。嗯，我们要用2个、3个、4个、5个，可能不同的事件用不同的模式，啊，不同事件用不同模式，这样的话呢，才能让你企业更好的去发展。嗯，因为没有一个模式可以用一辈子的，没有一个模式可以让你企业做大的，是不可以的，只能说根据你的不同的阶段的发展啊，而用啊不同的模式。嗯，对，当然了，我也欢迎啊我们的这位网友呢，有时间啊参加一下孙老师的课程。孙老师在课程里面会告诉你哪36个赚钱模式。是，欢迎你们报名参加老师的课程。12月2号在吉隆坡，12月3号在槟城。那时间是7:30，这2天都是7:30的。那如果你有兴趣想要上课的话，你可以把这个连接或者是这个手机号码给记下来。OK， 也欢迎大家去上课，因为我们发现哈，在马来西亚的企业，现在中小型企业面对的危机有几个是特别重要的。第一个就是网络的竞争力。嗯，网络的竞争力。意味着他们的模式必须要改变。对。那当一个企业它做到很大的时候，它要转型 转成 网上生意的时候，它不知道如何下手。 OK， 主持人这个问题也提得非常好。其实呢，各位网友们，孙老师在这里很肯定的告诉大家这样一个未来的发展趋势。像我们在马来西亚的话呢，未来1到3年的时间里，将会出现有一种营销模式，叫短视频营销，或者叫新媒体营销。对，新媒体营销的这个风的话呢，其实现在的话呢，已经刮到我们的马来西亚了。在马来西亚，它很多人呢，现在正在做直播了。正在直播，对吧？这也属于典型的新媒体的。但是大家想一想，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今天呢，我把你的产品拍成一个1分钟的短片。通过这1分钟的短片呢进行的话，全方位推传播，比如通过打面子书啊好等等的，我们做传播，用1分钟的时间了解你的产品，了解你的产品的背后的文化。那你想一想，是不是说通过你的文字也好，包括通过图片也好，更有杀伤力呢？对吗？那我们在中国呢，有一个人叫一个网络神话，我们叫一个90后，一个叫人叫李佳琦。李佳琦。对对，那个口红歌嘛。Oh my god，是吗？一直Oh my god的那种感觉。那他的话呢，5分钟的时间创造了的话呢15000支口红的销量，而且他的做到了335万。他只用了5分钟时间。各位各位我们的网友，再想一想，如果今天你卖口红的话呢，15000支口红，我问你一个问题，你3个月能不能卖到15000支呢？可能很多人说 ，Oh my god， 不可能的，对不对？一部车3个月了，这老师可能我半年我也是卖不到的，对，对不对？其实那为什么一个90后他能做到这一点呢？难道他真的很厉害吗？他是反其道而行，是因为这样子吗？他是男孩子去卖口红？不是的，是因为是他的整个的经营思维和经营思路迎合了今天这个时代。他用了这个时代的一种工具来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效果。
他颜值高啊，老师。颜值高啊，但是颜值高的话，如果今天颜值高，举例，你在颜值高的时候，如果你在大马路上，你要卖个产品，颜值高你也卖不掉，同意吗？马路上你颜值再漂亮的话，那你也卖不掉，对不对？嗯，是不是？嗯，就是颜值当然有没有因素呢？它有因素。啊，当然今天我通过很多的网络工具的话，通过美颜啊，通过等等的，其实我相信的话呢，都会就变得很漂亮，对吗？都没有颜值的问题。对，有一句话说了，世界上没有丑女人啊，只有懒女人。但是换句话说，这世界上也没有丑男人，只有懒男人，对不对？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后天的这个工具也好，后天的我们妆容也好，其实都可以达到我们的这个一个相貌的啊，这样的一个条件的。其实今天我们要考虑一个问题，是什么原因一个九零后五分钟的时间他能做到15000支口红呢？嗯，这个背后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就刚才我们主持人提到的就网商的问题，我记得有一个企业家，很小的时候企业家，他曾经跟我说了一句话，我非常感兴趣。一个企业家他跟我说的，他说这个时代呢永远没有成功的企业，就永远没有成功的企业，只有迎合时代的企业。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话听着也是很深奥的。这话什么意思呢？大家想一想，在过去我们经历了像摩托罗拉、诺基亚的这些大品牌的手机，对不对？我相信当时在我们马来西亚呢是风靡一时的，所有人的手机基本上来说只要换个诺基亚，哇，感觉这个人太棒了，是不是这样子？那大家想一想，那今天呢，我们的诺基亚也好，我们的摩托罗拉也好，你今天还能遇得到吗？你遇不到了。不是他们不够优秀，不是说他们呢不够好，是因为他们目前在发展过程中没有迎合这个时代了。一个企业只有被时代抛弃的再好的企业，如果你不创新，如果你不能迎合这个时代发展，你始终有一天会被这个时代淘汰的，对吗？被时代抛弃的企业。 对，没错。那反过来讲呢，在今天这个时代呢，其实也是一样的。如果今天这个时代，今天本身就是互联网的时代了，对吗？今天呢做生意不再是一种传统了，我把门一开我们就有来客流量了。不，今天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天是什么呢？今天是叫主动营销的一个过程了。不能等待式营销，甚至来说我们不能叫做客啊，做客什么，我家坐着来等客，做客啊，做客，嗯，坐着在等客。实际上今天的话呢，那更多的是我们要学会叫什么呢，叫主动出击了。其实互联网营销的话呢，是我们主动出击的一个手段，对吗？主击收着做一个手段。那互联网营销呢，它为什么今天能每个企业都在学习呢？原因是因为它在我发一个指令出去的时候，我会能达到10000甚至20000甚至30000甚至更多人能看到我的一个信息，因为它的覆盖面很广，对不对？它是一个传播手段当然了，今天的企业如果你不懂得互联网传播的话呢，那你今天你好比你少了一个少了一个胳膊这一个道理的。当然呢，谈到互联网营销当然我有在这里再多讲几句的，给我们的网友多提醒一下。因为互联网营销，很多人呢，我相信在我们的网友，很多人在打很多叫面子书，对吗？对，很多人做面子书。但是呢，很多人打面子书的过程中，他有这样的一个感受，钱花的很多，结果没有流量，对吗？点了很多，结果来说，你真正的我们叫转化率，因为我们的行话呢，互联网叫转化率，你发现转化率很弱，对吗？甚至来说呢，有人你可能在迷信的过程中说，你一定要多花钱，你才有多才有产生更好的效果。其实我告诉大家，其实这种思维完全是错误的，错误的，因为你的网络它只是给你传播，让更多人来知道你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它不是说你一打它一定会有人的。其实呢，任何的我们的传播注重的是内容，对吗？对。如果今天的话呢，我今天有10个人点击我了，结果有3个人给我来打电话，甚至3个人给我留言的话，那这个时候不是说这个人打面子书打得多厉害，是因为你的内容非常棒，人一看你的图片、你的视频、你的文字，一看我就很动心，所以我要联系你，对吗？对。但是很多人的话呢，会往往说把内容这一块就忽略掉了。甚至来说，我有很多学员，我看他老师，你让我看看，我看我的面子书怎么样？哇，一个月我要花我要花很多，我要花10000，我要花20000，跟我说了很多。我说我看看吧，结果拿到一张图片，红红绿绿、花花绿绿的，又文字又图像，哇，很复杂。结果那个文字表达的时候，我不懂你在给我表达什么，我不懂你在告诉我什么。你像这样的一个打广告的那种方式，
恭喜你，你即使一个月的话呢，你不是花十千，你哪怕你花一百千，你照样你也没有太多的客流量。对，所以说呢，今天的话呢，我们不再是以什么呢？不再是以这个一个流量的天下，当然流量很重要，但更应该是我们是内容为主，内容更重要。对，内容。那以前是流量啊，对不对？以前流量越大于流量越好，但今天呢反而呢错了，今天是内容为王的时代了。有好的内容，反而你可以降低你打面子书的成本。嗯，是这样的。对。但如果我刚才说了，如果今天你学会短视频营销，当然，孙老师会在明年的二月份在吉隆坡，我正式会开短视频营销与短视频营销与商业模式。嗯。啊，什么意思呢？我可以通过你一个通过你一个产品，不管今天你什么样的产品，我都可以通过一分钟的视频来给你呈现。嗯，比如说像昨天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学员，他是做餐饮的，他说老师，你说短视频营销对不对？好了，老师，我应该怎么做餐饮？然后我问他，我说你做什么的？他说老师，我是做西餐的。啊 ，OK， 现场我就给他一个剧本。嗯，啊，我说什么剧本呢？比如说，来，我们想到一个场景，对不对？那第一个。我们想一想，短视频营销注重的是文化，对不对？比如说今天那我又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的客户是谁呢？他说我的客户是家庭，一家人到我这里消费。然后当时我就马上给他一个场景啊，他说完之后，他马上给孙老师竖起大拇指，啊，我相信在场的网友想不想听听孙老师是怎么做到的？我相信，想的话请给花来啊，想的话呢，那就给孙老师一朵花啊，可以吗 ？OK， 好了。那其实当时孙老师呢，那在告诉他的时候，因为你做的是家庭，对不对？如果今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画面，通一个短视频传播，好不好？比如说呢，今天呢我们在家里边的时候，今天的话呢，我们的妈妈一开一个门，把门开开之后，会跟爸爸说，爸爸爸爸，今天我们的小明非常棒，今天我们小明拿了一个 A， 嗯，啊，然后呢，那今天晚上我们奖励一下小明吧，嗯，然后小明会说，那我们会说，小明你想吃什么呀？然后小明说，嗯，爸爸妈妈，我也不知道吃什么，嗯，啊，我想吃，反正我就是想吃好吃的，啊，我就是想吃好吃的。那爸爸问他，好吃的吃什么呀，对不对？然后妈妈说，哎呦，我们去那家吧。爸爸说，嗯，不好吃，去那家吧，嗯，我不去，去那家吧，我不去。突然间一低头，看见桌子上有一个传单，这个传单呢，就是你的餐厅，你的西餐的餐厅。他爸那个小明啊，就把这个传单把我们的传单拿起来了，就问妈妈这个是什么呀？感觉好好吃的样子哦。然后拿起来的时候，然后我们的父亲爸爸就说：“哎，你去过这个地方吗？我也没去过呀。这个单拿过来哪来的啊？今天我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哎，给我一个单拿过来的。然后他说，嗯，要不然我们去里试试吧？然后妈妈会说，能好吃吗？”爸爸说试试咯。然后小明说，爸爸我要去嘛，我一定要去，对不对？这是一个场景了出来了。最后呢，下一个场景他们画视频，我们就切换到另外一个场景，到达了这个店的门口了。嗯，到达店的门口的话呢，那这个时候的话呢，那妈妈就说，哎呦，还是我们换一家地方吧。啊，这时候还会很产生一种疑问。那爸爸就说，来都来了，我们进去吧。好，我们进去了。进去点餐的过程中的话呢，哎，很多的我们的非常漂亮的啊，我们的一个小姐姐啊，拿一个餐单给你了。哎，这位先生，你喜欢吃什么啊？这是我们的西餐，这是我们来自美国的什么什么菜，导致有什么什么的一个饮料啊，会有一个什么什么的，对身体多么好。结果呢，我们点完菜之后的话呢，啊，点了三道菜啊，我们就点完了。点完之后的话呢，哎呀，妈妈就和这里一上菜的时候，妈妈就感觉很不想吃的样子，然后呢，小明就很淘气，夹了一看呢，哎呀，爸妈，我饿了，我不管你了，我要自己吃吧，啪，拿起来吃了，嗯，哇，妈妈，好好吃哦，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菜品啊，或者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青菜，或者说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啊，这个一个某某某的啊，鱼也好，什么也好啊，这个时候爸爸很惊讶啊。
我家小明从来没有有这种反应哦，我们吃一下好不好？我们吃了一下，哇，好好吃哦！然后啪啪啪就用视频把它快速的切换，啪啪啪啪，结果几下全部吃完了。吃完之后，我们的小明很开心，结果我们的很漂亮的我们的服务员告诉他，小朋友来，阿姨送你一个小礼物，要不要？小明说要，我要，送他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小礼物，对不对？然后的话呢，走的过程中，他就完着他拽着妈妈说，妈妈，我下次还要来。那妈妈说你下次你还要拿个 A 哦，你一定要拿个 A 哦。好的，我一定努力，我一定努力的。结果这个时候呢，他的背景上可以把他的店名字用我们的手机扫一下，然后结果然后他们到楼下的时候呢，你再可以把那个招牌看一下，扫一下那个招牌在哪里。最后的话呢，最后那个小宝宝会最后会说了一句，说妈妈妈妈我爱你，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带我吃这么好吃的东西，妈妈，我一定会努力，我一定会再拿一个 A 的。哎，你看一下，如果今天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视频，通过一分钟的呈现，一分钟拍得完吗 ？OK 啊，它是我说的很长，但是它会场景切换的，我场景切换的，我一分钟时间我就可以把它做得到。你想想，不管呢，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你们不管今天做保健品也好，你们做 IT 的也好，你们做任何的产品也好，你看，如果今天你和孙老师学了一分钟时间，能把你的产品能发挥的讲得淋漓尽致的话，我相信你把这个样的一个视频，通过面子书也好，通过其他的网络工具传播也好，你的流量会相当大的。不信你试试，因为孙老师已经试过了。非常棒，非常感谢今天孙老师的分享。孙老师其实他可以投入那个场景当中，而且还可以帮你设计这么多这样的一些一分钟的视频，而且是听说是二月有开课。对，我开课，我三天的时间，我在第三天时间，我让你能拿一个手机啊，一个稳定器，你就拿个这两个就好了。稳定器没关系，不贵，100多元就可以买得到。就用手机拍摄吗？对，手机拍摄。两天时间，孙老师全程会教你写剧本，包括怎么如何拍摄。第三天的时间，我可以让你的话呢，让你拍一个完整的一分钟的一个短片，好吗？非常棒。OK。想学的在下面留言。OK， 那。接下来呢，你们就一定要把那个手机号码记下来，然后如果你们要上课的话，你们就联系那个号码报名 ，OK， 记得哦。那接下来老师还有什么样的案例可以给我们分享吗？OK， 其实说案例很多了，非常多了。不然我们说那个 Mr. Veg 的，在那个槟城有一个。经历过老师帮他改造过后的那一家，好吗？我们叫妈妈危机。OK， 妈妈危机的话呢，在槟城他是做素食的，当然在吉隆坡也是有分店的在吉隆坡、在槟城都有分店的。其实妈妈危机的话呢，我也很荣幸啊，因为我把妈妈危机这个产品已经带到中国去了。哇哦！在中国的这个广东深圳，在深圳的一个龙华区已经落户了。在中国呢，我们妈妈危机的名字叫苏野部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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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蔬菜的蔬野人的野，部落就是群体的意思。对。我已经把它呢这个产品，我们10月13号正式开业。我已经把这个产品已经带到中国了。当然，孙老师现在也在。也在做这样的事情。如果的话呢，我们各位老友们，你的产品也好，孙老师也会把你的产品带到中国去的。因为孙老师也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好了，那这家我们的一个餐厅的话呢，其实它本身它的基础是很好的。那我相信我们的很多网友呢，其实你们的其实项目和产品其实也是非常棒的。我相信。那为什么在经营过程中那会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呢？就是原因呢，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你不同三个模式，叫引流、锁客和裂变。引流、锁客和裂变。对，记下来哦。引流、锁客、裂变很重要哦，很重要哦，这三个模式。那在我们的妈妈危机呢，我也是只是把这三个模式注入到他们的这个一个餐厅里面去了。那这三个模式也是我们36计里边的其中的几个模式而已。什么叫引流啊？
其实大家想一想，今天你的生意不好的原因是因为你们有流量，对吗？嗯，不是你的产品不好，是因为今天你们有流量，所以导致了今天的你没有就是说你没有人到你这里来消费。没有流量就等于没有客源。哎，没有客源，嗯，对了，就是客源嘛。那当然了，我们有，我们呢，中间在客源上我要给你解决问题，对吗？嗯。第二个呢，叫我们的所谓的叫锁客。什么叫锁客呢？你来我这里消费的过程中，我让你来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对吗？嗯，我可以让你来很多次，这叫锁客。嗯。那裂变呢，就是如何把我们的老客户，让他的话呢帮我们转介绍更多的新客户。嗯，那我相信我们的网友是不是你在经营过程中都想有这样的效果呢？嗯 ，OK。那当时的话呢，那孙老师呢就给我们的一个学员，因为他也是我们的2.0的学员呢，当时我给他提了一些建议。首先来说的话呢，流量的问题怎么解决流量问题？嗯，我们想一想，因为流量问题首先来说流量你不是说你门一开他就会来的，对不对？嗯，所以当时呢我就给他呢就是说介绍一个模式推荐一个模式叫鱼塘模式。鱼塘模式。对，鱼塘模式。什么是鱼塘模式呢？就是把我们周围的一些商户的客源转化为我的客源。嗯，比如说隔壁呢我有一个蛋糕店，对不对？那我有个蛋糕店的同时有蛋糕店呢，那我们可不可以做联盟呢，联营呢？嗯，怎么做联盟的话呢，我跟蛋糕店去这样谈的他去跟这样谈，他说你这样的你只要买我50元的蛋糕，嗯，我会送你30元的我们的妈妈危机的消费券。嗯，是不是？好了，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他买完蛋糕之后他拿30块钱可以到我这里来消费呢？嗯，对不对？那不管是蛋糕，隔壁的是不是还有奶茶呀，七七八八这么多的商户，是不是都可以跟我们做联营啊？好了，那我们的蛋糕店的老板说他也很开心呢，为什么？他还可以做促销嘛，对不对？那今天的话，只要买我50块钱的陈面包，我就给你30块钱蛋糕券，是不是这样呢？也增加我们的面包店老板的一个销量了呢？嗯，对。对吗？因为他也很开心，对不对？因为30元毕竟来说属于赠品，给送出去了嘛。嗯，对吗？所以说的话呢，有一句话孙老师经常会讲，就我们的客户都在别人那里，就说我们的客户不是我们自己能生出来的，是因为我们的周围的商户，我们的其实来说，我们的身边的一些商业群体都可以帮我们来把客户这个问题来解决。嗯，对吗？这是第一个，我们叫引流。嗯，第二个我们叫锁客。那既然说，那当然了，我们30块钱也好，20元也好，10元也好，当然都可以了。孙老师只是在这里举个例子。那如果他通过这个钱来到我们的店里来了，是不是下一步我要锁住他？嗯，如果他来了之后，假设他不来了，是不是我损失一个客户啊？好了，我会告诉你什么呢？哎，这个时候你可以办一个会员卡。嗯，这个会员卡干嘛呢？你只要的话呢，今天在我这里呢消费100元以上，或者累计消费100元，什么意思呢？比如今天消费50，下次来再消费50，我就会送你一张什么会员卡。这个会员卡有什么权益呢？如果你拿这个会员卡呢，每次到我店里来，你所点完的餐之后，我都会送你一杯非常棒的我们的一杯饮料。嗯，V 型饮料。同时的话呢，每一个月我们有会员日。在会员日的时候呢，全场打5折，每个月我可以在25号定为会员日，你只要拿这个会员卡，就25号这一天我就会给你全部打5折当然你生意的时候，你过生日的时候，如果你把你的身份证你把你的证件告诉我，你今天过生日有证明了，我还会送你更多的超级大礼超级大礼包，当然了，等等等等的，嗯，我会把这一张呢，我们的会员卡呢，塑造到非常棒，让他感觉到每次来的时候，我都能得到一些非常棒的一个赠品。那这个时候是不是我就把它锁住了？把它锁住的过程中，是不是等于说他可以来一次、两次、三次、5次、10次了呢？嗯，是不是这样子？那是我就要锁客了，对不对？嗯，对。那还有一个我们叫裂变，嗯，什么是裂变呢？就是说，那如果今天呢，你带你的朋友过来。对不对？如果你带你的朋友过程来的时候呢，如果你的朋友也成为会员了，嗯，对吧 ？OK， 我会送你和你朋友每个人各30元的消费券，嗯，或者你把你的朋友推荐过来了，
啊，你把你的朋友都接过来了，那我也有更多的大礼包给送你。嗯，那这是不是说眼流所克裂变都有了呢？都有了啊，对的，非常棒的模式。哇哦，今天希望各位现场的还有线上的观众都得到这些资讯，受益无穷。嗯，好，那么是的，刚才我们分享的就是这个妈妈 VG 在槟城的一间餐饮业。对，餐饮。嗯，是。那时间刚刚好来到了10:30，也是我们节目要结束的时间了。非常感谢今天孙成明老师来到我们的现场。嗯，那在节目还没结束之前呢，我要给老师这一个。哇，感谢。感谢你从中国远道而来，来到马来西亚，专程来上我们的节目。嗯，好，感谢，也非常感谢我们的主持人，也感谢我们这个栏目能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Yeah, 谢谢老师。嗯，那记得收看 Women TV， 拜拜。好，拜拜。现在做生意为什么越来越难？10年前，只要有好的产品就可以赚到钱。今天有好的产品也未必能赚到钱。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从过去的暴利到今天的微利甚至无利，如何才能找到快速赚钱的新模式？成瘾模式系统将解决这些难题。企业策划设计导师，并兼商业实战派综合策划专家，2018年商业模式设计十大杰出创新人物，全国知名创业策划导师孙成明，13年关注企业策划，引领中小企业运营的成瘾盈利模式、成瘾商业模式、成瘾金融模式、成瘾模式系统创始人。作为成瘾模式系统的创始人，孙成明导师作为特邀嘉宾，受邀于中国、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等知名商业论坛发表最新实战经验，成为多个国家商业平台媒体特约实战导师，解决企业现存问题，并参与企业规划发展，受到多个国家主流媒体的广泛采访和报道。目前，孙成明导师学员超过30,000人以上，帮助企业深度破解企业定位、盈利模式、商业模式、金融模式，有效整合资源，快速解决创业团队、成长兴业盈利倍增难题。时代在变，市场在变，需求也在变，经营的方法就必须要变，如果不变就会做得很辛苦。企业盈利倍增，首先要解决三大运营核心问题。第一，盈利模式。随着各行各业竞争的加剧，靠等着销售可能性越来越小，销售对人才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客户也比较抗拒这种半强迫式的销售，所以企业家必须掌握盈利模式的技巧，快速销售产品，快速产生利润，这样才能基本保证企业活下来。因此，首先必须帮助企业家解决销售的问题，这就需要设计完整的盈利模式系统。马云曾经在商业论坛讲到，一切不能掌握盈利模式核心的投资都是赌博。孙成明导师曾经帮助一家餐饮连锁企业通过改变盈利模式，从100万增长到1200万。第二，商业模式，解决的是企业发展问题。美国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说过，当今企业之间的竞争不是产品的竞争，而是商业模式之间的竞争。商业模式是自动型收入，即做一次长期有钱收，不需要第二次重复前面的劳动付出，所以称之为打造企业的赚钱机器。孙成明导师2019年3月通过改变商业模式，帮助马来西亚槟城妈妈 VG 素食火锅连锁餐厅3个月营业额增长4倍。第三，金融模式，把企业打造成银行，让企业有源源不断的现金流，并且不花自己的钱开分店或分公司。同时，我们要了解做实业赚的钱最多只占潜在财富的1%。
而只有金融赚钱的才是全部财富的99%。不学金融也不运用金融的企业家是永远的农民式企业家，做着最辛苦的事，赚着最微薄的利润。孙成明导师通过金融模式裂变倍增，帮助一家艾灸生产型企业年营业额1000万增长到1.3亿。只要具备了基础的金融知识，哪怕是最贫穷的人都可以很快空手创造出大量的财富。这些大量的案例现证也证明了企业三大核心生命系统的重要性。孙成明专注于解决企业经营发展困局，重铸赚钱新模式，快速赚钱2000倍。诚意模式落地实操系统，一切以事实说话。